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维克。我们今天是这个12月1号0点啊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新上架的12月限定忍者是啊，疾风由你之来，对吧？然后还有一个大河，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准备直接抽吧，直接抽这个由你之来，什么鬼？哇，一下子6片，对吧？跳过这个动画。2次，我操，才2片，3次还是2片，4次，5次，6次，我靠，每次给我2片啊，7次，8次，9次，给我6片，我操，还差4片，10次，11次，还要来片，12片啊，操，最后给我多来6片。坑死人了啊！坑了我那么多金币，差不多12多次了啊！好坑，好坑！糟糟糟！线侠，我去，郁闷了啊！刚才分享一下，还没分享成功，直接卡机了。然后卡掉线了啊，然后该软件重启了一下，哎，我们是召唤出来的吧？这由你之乃，我们先看一下它的介绍吧，是吧？这个技能，秘术琼玉，自乃释放出大群能够感知查克拉的计块虫，自动追踪敌人，并添加计块虫标记，生成标记时，计块虫会吞噬敌人1点奥义点。虫群爆炸命中后，为敌人增加一层计坏虫标记，这什么意思？这是二技能秘术虫蛀。自乃转身甩出一团计坏虫贴地向前方挥出，之后所有虫群冲天升腾而起。虫蛀技能可引爆残留地上的虫群。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是大招吧，对吧？这个我这个技能还没看清楚哎，这手啊，哎，我们先把这个领一下啊，我忍者都没调对吧？我还没熟悉一下这个忍者啊，我要先去练习一下。更换一下那个由你之乃呢？这个还在前面啊。先看一下他的普攻吧，戴着一个帽子。哎呀，这个普攻打的感觉挺慢的啊，我们再来一次啊。2、3、4、5。哎，地板上会有虫子的，是吧？先不看他普攻，我们看技能。哇塞，这个不错啊！再看一下二技能，慢慢的飞过去，什么连？咱不能连，开大招！他这个二技能就。不跟那个一样的啊！二技能原先小智乃是直接卡在那里的嘛，然后吸地光呀，重新玩一下试一下啊，好多好多，一把一把往地板上扔，对吧？扔过去像扔保龄球一样。哇塞，这一二技能都扔出去的话，就是全方位的攻击啊！对吧？我们还是把 CD 关了，让他来攻击我，等等。我们把这忍者换一个吧，这个忍者太弱了啊！我们先这里实习一下打一下，啊，这个还能标记他啊！哎，我操，这个技能换的有点烂啊！
这个打滴答辣也挺好打的，标记，飞一个过去。这次二技能好像有点慢慢的啊，爆起来，这人有点像沙暴的感觉，看能不能连上一技能，好像不能连啊，哎，他完了完了啊，看一下我们。哇，这怎么飞那么远？这个可以再连上去，再一套。在后面就不行了啊！可以扫地。其他你再过来，这只是打电脑，所以可能还比较容易一点，对吧？再飞一个，再来一个大，哎，太远了啊，还是有点距离。这样子换的话，不能这么连，这么远的话换大会空，对吧？五，哎，这个二技能不错哈。好像会跑到后面去，对吧？这是打飞的忍者就爽了啊！这个近这么近的距离应该是可以连大了，刚好是在他的大招范围内啊。那这个就不好打了，差不多，我们直接去实战一下。这届决斗场打的实在是丢了啊，打了中忍一啊，然后我们一找还有切磋一下，看看是谁切磋啊，虎他脸对吧？他不在线，啊，这大家都睡觉了是吧？大晚上的啊，12点多。那我们直接去决斗场打，反正又不掉分了啊。啊，忘了，忍者忘记换了。哎，这个打的什么鬼嘛？对吧？那我们这个，随便打。我操！我还想换大呀，你这给我搞死了。这个时候换个大，走你。香菱，但这一局就用两个油女进来了，附带的带扦插得了啊！等一下，主要是现在这波被他搞掉了，嗯。还是想玩油女进来，怎么会变成玩换级掉换阵容啊？啊，现在打的还挺不错。刚才在打比分的时候，打的真是痛苦死了，我操！这把怎么打的这么好呢？高手都跑掉了，对吧？居然一穿二了，原先都不可能。咱那个直接上。哎呦，糟糕了！别搞掉他！
哎，这把来打，这赢了也没用，我们直接赶紧换个忍者，超实战操作啊！刚才去打一下分享空间，得一个好忍者啊，然后又点错了，怎么又点到练习模式去了？最近乱点啊！调整阵容啊。这个龙女人来，先换，然后换一个小的幽女人来，然后再换一个迪达拉坐镇啊，然后我们蜜饯换一个扦插吧，感觉幽女人来配扦插还是比较不错的啊，看一下，小疾风幽女人来配合小幽女人来啊。就是披上了一个斗篷啊，怎么打他？先扔一个这个象棋，哎呦，好，我这个速度好慢的是吧？不过这跟踪，哎呀，哎我操，这个太慢了，太慢，太慢。哎我操！后期还能跟着他打对吧？哎呦我去，这个会跟踪人啊！换个二技能他会跟踪啊！哎呦，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！两个叉互相伤害啊！搞什么飞机啊？这怎么打？我靠，这都能躲掉啊！我靠！然后他一技能被破了啊！还想让他中毒的，那就好了。毒没中，我自己都快挂了。就，哎呦我操，居然躲开！哎，他被我插住了啊！我本想插他的啊！好好，这个随便打，死了算了。快速进化了下一局，主要还是要多体验一下这个游女之奶，是吧？疾风状的游女之奶。哎呦，两个互相差伤害，真是互相伤害哈。那我没大了，我没召唤了。死了！哇，还不死啊？看还要把我捅飞了！三个，哎呀，咋正式比赛的时候都没遇到自己这样子好打的呢？来，先飞，你再乱，完了。这扔技能比较麻烦哎，它不会停啊，不会结束。哎，这个技能它是会跟踪人。
我操！真的跟着他，谁赢了？我输还是他输？啊，还能再打一下是吧？多体验两下。跳这种的也残的。哎，他怎么跑那边去了？抱起来！哎，这砸死了！我操！本来应该先换二技能的啊，我都想用一技能连他。你死了吧？中毒了吧？哦，我打的时候没有带千叉，那个都是闪电，没想到千叉这么爽，是吧？动不动就把人家插住了啊！哎，你插到啊？反正他就一个了嘛，还不用分身，我插，想骗他的分身啊，骗不出来，这下糟糕了，没有分身点。能领我呀？哎呦呦呦！这可真麻烦，电也用完了啊。让他过来。哎，我操，时间到了，他就把我耗死了。上去，躲上去！你再烂，你再烂，让你烂蛋！我操，这么多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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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还不死？果然千叉比较爽啊，怪不得我那个一直被人欺负，一直，然后他们换个千叉，然后再换个蛤蟆，被冻得好惨啊！家里牛奶还是你的呀？现在的阵容都不是很强势啊，不像那个就刚才那一段时间，为了上分打的那个叫激烈啊，什么阵容啊？可是最强的阵容都在是吧？哟，我怎么没猜到他呢？呀，是吧？你扔个二技能出去，我操！这时候应该扔二技能，不应该扔一技能啊！扔一技能反而会死得很惨。哎呦呦呦呦呦！喷个球过去。我操！哦，忘了，声音调大啊。哎，我暂停一下，对不对？还没打完。我操！
接赏死他。这个时候暂停一下，啊，本来直接点错了，再体验一下，再体验，感觉还是挺溜的啊，这个游女之男还是蛮不错的。打小男，伊达拉看一眼啊，看能不能好运，毕竟他这个有跟踪能的，就是速度慢了点，要速度再快了，那就是无敌了。直接扔！哎呦我去！直接泡到了！但具体还是比较短哈。我操，这个给他坑到了啊！这个有时候还挺不错的啊，小南都不敢拿我，哎呀我操，时间到了啊，硬是把他搞死，耗死他了，卡迪拉更不用说了，直接上二技能吧。搞什么？我操，给捅死了，撞飞了啊！来不及跟分身 哎我操，这个没打到，开错了，应该开，先开贝壳，对吧？来打了啊！死了！这个没打好。差不多先录制到这吧，咱下次继续再玩。哎，还有一把，我还以为打完了。这都没插到，可以的啊。哎呀，他也没蹭到奥义顶啊。哎呦，刚才我是把天叉当成闪电，砸到了，完了，这肯定还不死，他这样的给他搞死啊！哎，他有召唤，那么慢才换啊？这样子赢也没用，好吧，先录到这吧。